们有搭过大型的船吗？当船长真是太帅了，被大家称为船长，好令人向往哦。咦，当船长没有那么简单。据说遭到海盗攻击或是有暴风雨来临的时候，还必须要保护船上所有乘客和船员们的性命才可以。下一集前进吧，巧玲智浩，一定要看哦。